说我正好好的走着呢，他从身后抱住我，哎，胳膊也抱住。第一要往后坐屁股，坠着他，一坠有可能他手会开，就是不开会腾出什么，看，就有了很多的空档，这个空档就是你逃生或者形成反进攻的余地。利用这个空档，看我的脚，啊，说再简单一点，哎，出现空档了，外切也可以。